冰原，我来自孟加拉国，我是一名大学生，现在学习汉语。我叫哈斯纳，我是孟加拉国人，我是一名大学生，现在学习汉语。我叫苏涵，我来自孟加拉国，我是一名大学生，现在学习汉语。我叫尼丹，我来自孟加拉国，我是一名大学生，现在学习汉语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我们美丽的学校。我们的学校叫南京科技职业学院。我们学校在南京市，位于长江岸边。南科院里有一共49个专业，126名老师，其中165名教授挂副教授。现在南科院里有12000多个学生，其中有400多个留学生，来自73个不同的国家。这是我们的图书馆，我们图书馆真的很繁复。我们图书馆有四层的，左边有很多书，这里你能可以看书，这里有一个电脑教室，你也可以用电脑。来，我们介绍我们图书馆的里面，来。环境很安静，所以我们喜欢这里看书。我们每天在这里来学习。我们图书馆里有很多书。我们的图书馆很现代，这里有每种重要的新的书，还有很多汉语书，帮我们学习汉语。我们的图书馆很帮忙我们学习。是我们学校的教室楼。我们学校有四个教室楼。每个教室楼是四层的，我们教室楼建的。是南科院的操场，真的很大。这边是体育馆。左边是篮球场，我们每天在这里踢足球。
是我们学校的食堂，我们学校有两个食堂，每个食堂里有两枪。我们每天就这边东西，我们的冰箱，我们学校真的非常美丽，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，这里有很多绿绿色的树。有很多过桥，
欢我们学校，因为我们学校的学习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最好的，因为呢，我们的学校学习都很简单，老师们都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们学校的环境非常美丽，也很漂亮，我感觉这里学习很舒服。知道我们的学校在江苏的第一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学校里有现代的教师，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大大很丰富的一个图书馆，是的，学校里面里有的食堂，而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大的操场，旁边里有一个丰富的体育馆，我们学校的宿舍都非常非常舒服的，非常方便的，我们的。我们学校的这个环境非常非常美丽的，我很喜欢我们学校的环境。